でも私はあなたたちを守りたかった。忌まわしい呪いの火の粉から。お母さん、そうだよね。私たちのためだよね。もちろんよ。嗨，各位，我是塔卡西。水星的魔女在每个礼拜天真的都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呢。不管是妈妈和各方势力在背后所走的每一步计策，又或者是小狸猫与米米创建钢弹股份有限公司的心路历程，甚至是另外登场的两家魔灵钢弹，这些都为我们的每个礼拜天充满了新的惊喜。而今天的影片就是来带各位点评与分享7到12集内容与心得，而那些尚未揭晓的谜团与伏笔将不列入本次影片的深度探讨内容里。那么废话不多说，即使从第7集开始点评起。一开始的画面便带我们看到佩尔公司的四位执行长与杰特克公司执行长维姆杰特克以及格雷斯利公司的执行长萨里乌斯泽内利会面，并且承认了铁骑就是钢弹型机体的事实。从双方的对话中也稍微了解了双方背地其实都各怀鬼胎，而萨里乌斯泽内利也向佩尔公司表示希望可以合作来执行对付戴林格的计划。另一边，在温室里帮忙米奥林涅照顾番茄的苏莱塔因非常在意与他决斗的伊兰，甚至担心起伊兰不来学校的原因。接着两人便收到来自校方的创业育成派对的邀请，原先对这类活动不感兴趣的米奥林涅并不打算参加，而当苏莱塔听到参加派对的人都是三巨头的相关人士，苏莱塔便想着伊兰也会出现，所以便拉着米奥林涅出席这场派对，两人也都以正式的礼服出席。而这场创业育成派对的主要目的是让企业内的人以募资的模式来开发新事业，因由出席这场聚会的宾客们决定是否将资金投资在这些准备发展的新型企业上。观摩完台上的募资简报之后，米奥林涅、苏莱塔、妮卡三人决定分开进行活动。而在寻找伊兰的路上，三巨头的沙迪克与苏莱塔和米奥林涅相遇。从沙迪克口中得知，米奥林涅与沙迪克两人以前很常在这样的场合碰面。另外，两人也在聚会上遇见了苏莱塔的母亲普洛斯佩拉莫丘利。米奥林涅与普洛斯佩拉两人的再次相遇，也同时透露出普洛斯佩拉似乎很了解米奥林涅与戴林格之间的亲子问题，也暗示米奥林涅姿态要放低一点。而在与本尊伊兰相遇的苏莱塔得知，原来他离开学校是为了处理佩尔公司内的业务。接着，伊兰带着苏莱塔来到台上，在佩尔公司四位 CEO 的追问与引诱下，让苏莱塔间接承认了风铃就是钢德型的钢弹机体。也在这时，为了解救苏莱塔的米奥林涅及时打断了现场的骚动，并走向台上解释风铃在前面几场决斗中体现出他有的商业价值，否决了将其报废处理的处分，并且向在场的宾客们展示了佩尔公司如果解散开发部门并且报废铁骑的亏损金额。而米奥林涅则以亏损金额的2倍将新式开发公社与佩尔公司旗下的开发部门并购，并成立钢弹股份有限公司。最后，在米奥林涅放低姿态向戴林格请求投资一部分资金到钢弹股份有限公司，并且获得在场其他宾客的支持下，而结束了这场插曲。在这集的文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座阿斯提卡西亚高等专门学院背后晶圆的企业的强烈竞争。从台下观摩整场投资简报的过程中，我们也见识到米奥林涅身为经营战略科榜首的真实力。从当事人的投资理念与概念中，便分析出了太落伍而无法凑足创业的募款基金。另外，在这集我们也看到了普洛斯佩拉在这些大企业的竞争中斡旋与因应的对策，也足以够让我们感受到他在这些竞争与猜忌背后所布下的每一项计策，甚至最后直接向苏莱塔直接承认了风铃就是钢弹的事实。当下我看完这集的反应是：欸，真的假的？哇，好震惊啊！原来风铃是钢弹啊！在这一集值得注意的点则是妮卡与沙迪克之间的谈话与互动。从两人之间的对话来推测，看来风铃之所以能有新装备，沙迪克应该也帮了点忙。另外，米奥林涅与普洛斯佩拉的互动中提及到了我们这个世代根本不知道钢弹的事。我认为这段台词算是间接的打破第四道墙，因为我相信不是只有我这么想。钢弹虽然是一部拥有43年历史的 IP， 但随着时代的演进，动画制作方也必须随着新世代的潮流去让新世代的观众从入门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了解并认识钢弹，而不是制作一部单纯吸引老观众的作品而已。所以我认为这段台词算是间接点出了另一个时代的观众以及从未接触过钢弹的人的心声。来到第
八集，地球宿舍的学生们得知米奥林耶创业育成派对上宣布成立钢弹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并没有太大的反应。而当米奥林耶带着苏莱塔走进宿舍之后，便宣布地球宿舍的空间将要变成钢弹公司的办公室，并要大家都来为公司效力。想当然了，因为钢弹与魔女的诅咒，加上宇宙人与地球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让部分人非常排斥加入这间公司。同时，也有对这家刚成立的公司感兴趣的同学，正猜测着公司具体的业务项目究竟是什么。另一边，米奥林耶和苏莱塔找上了普洛斯佩拉，并索取风铃以往的所有详细资料。回程的路上，沙迪克向米奥林耶表示，按照目前他们公司的成立与内部调整情况来看，无法继续这样让他们悠闲下去，最糟糕有可能会将投资基金撤除，并提议把公司交给沙迪克来营运。而将公司让渡经营的条件便是与沙迪克结婚。在沙迪克离开之后，米奥林耶提醒苏莱塔一定要提防沙迪克，因为在孤儿院长大的他，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回到地球宿舍之后，众人便开始讨论公司到底要贩卖什么产品。米奥林耶在思考过后，认为将钢弹作为通常兵器贩售会比较适合。但从地球出生的每一位同学，因为地球本身就是一片战场，自然无法同意这样的提案。最后，米奥林耶决定利用两周的时间来好好思考公司的主打商品。过了一段时间，在米奥林耶收集完大致关于钢的技术的情报之后，便向众人展示了卡尔朵纳伯博士的一段宣传片，里面解释着钢的技术一开始最初的目的与理念。随后，米奥林耶也宣布，钢弹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将会与宣传片中的内容一样，将以医疗用技术产品为主要销售内容。在确定了所有的公司的运营方针以及宣传广告之后，钢弹股份有限公司便准备开张大吉了。正当一切将要步入正轨时，沙迪克便在校规的学生创业规则中加入一条新的条款：学生事业新技术必须提供安全性证明，以此阻止米奥林耶的公司成立。从第八集的内容来看，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沙迪克那副永远保持着笑脸但又充满着谋略的形象。而在这集中的一些桥段，我们也见证了以学生身份来当一位创业家需要拥有的资质、情报与资源，也让我们稍微理解要成立一间公司所具备的条件与艰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苏莱塔看到影片中的婆婆时，她并不记得婆婆的身份，又或者说她并没有相关的记忆。从这个小细节来看，不免让人好奇她与前传中的艾利克特·萨玛雅是否究竟是同一位人物，也不禁让观众对苏莱塔的身份感到非常的 sus。 接着来到第九集，得知了自己无法顺利开张公司的米奥林耶便和找上门的沙迪克开始了谈判。原先沙迪克想用柔和的方式让米奥林耶将公司让渡给自己，而米奥林耶一眼看出沙迪克的想法之后，便利用这座学院特有的规矩来谈条件，那就是向沙迪克发起决斗的战帖。在决定好双方的赌注之后，地球宿舍众人们开始担心起自家的 MS 数量不足，而且会真正驾驶 MS 的人没几个。米奥林耶也清楚目前手中握有的资源与对方相差甚远，所以决定和佩尔公司的贝尔梅利亚小姐交涉，借用几台 MS 来进行决斗。如果有必要的话，铁骑也会被拿来进行这场决斗。另一边，苏莱塔也为了这次的决斗而不断的寻找愿意帮忙的帮手，在路上巧遇了被踢出宿舍的孤儿。原先苏莱塔希望孤儿加入他们，但无奈的是，孤儿因为被自己父亲赶出宿舍，加上也被禁止参与任何决斗的限制下，所以只能作罢。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葛雷斯利宿舍与地球宿舍便开始了决斗。而决斗的过程也依据米奥林耶提出的条件下展开了实况转播，让学校各方企业见证这场团体战。就在刚开场没多久，地球宿舍的四架佐沃特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被对方的五号审判者一一击落，甚至连雀丘的迪米被对方击败，唯一还在场的只有苏莱塔和风铃而已。而苏莱塔也因为对方使用反制波装置，让风铃的钢臂的失去作用，而风铃也在一波一波的攻势下被打得破破烂烂。就在苏莱塔向风铃表示歉意与忏悔时，风铃似乎感受到苏莱塔的心情并给予了回应。原先风铃身上的框架从红色转变成了蓝色，而那些失去作用的钢臂也因为风铃的关系再次启动，将身旁的五号审判者一一解决。而沙迪克在准备给风铃最后一击时，地球宿舍众人扶着迪米，让雀丘可以用最后一击将沙迪克的恶魔审判者一枪爆头。最后地球宿舍取得胜利，而米奥林耶与其他人也能继续将公司顺利开张。第九集可以说是相当振奋人心的一集。在这集我们不但看出米奥林耶在看人这方面的深远，甚至已有年轻创业家的热血与冒险的心。在和沙迪克交涉也决定要来和对方来一场对决，看看幸运女神究竟会站在谁那边。可以说从这些做出的决定和对策来看，米奥林耶有着一股与常人不同的胆识与眼界。另外这集战斗场面可以说是再次震撼了观众，
也让我们见识到了风铃未来发展的可能。在被围攻的时候，苏艾塔与风铃之间连结，也让观众们有了更深的遐想与揣测，究竟风铃和苏艾塔之间到底还有多少谜题是没有被解开的。来到第十集，在钢弹股份有限公司开张以后，地球宿舍众人也各司其职，大家都忙着处理公司对外的业务与商品开发。在苏艾塔完成抑制测试以后，众人也对这个结果相当的满意。另一边，连布兰父女俩在办公室内检查并分析着公司内资金运转与股价涨跌的各种事项。从戴林格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对米奥林业在这短短的两个月内的表现感到满意，也难得见证这对父女一小部分的亲子互动。在另一方面，萨里乌斯向沙迪克透露将要除掉戴林格的计划，而沙迪克也向自己养父提出某项计划，来让沙迪克继承整座财团的总裁位置。但搞砸则是要面对失去在格雷斯利地位的风险。回到校园，苏艾塔与其他地球宿舍同学们因为无法借到场地拍摄广告而苦恼。苏艾塔想到自己是决斗的卫冕者，可以利用自己是卫冕者的身份进到决斗委员会的会客厅，所以提议去那边拍摄，大家也为这个决定表示支持。接着来到地球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在地球上那荒凉但又带点被自然环境包围着的末日后景象。在一座废弃的学校中，我们首度见到了两位来自地球的魔女，以及反宇宙组织福德黎明的老大纳吉盖尔海加。与沙迪克联络过后，得知了接下来要准备突袭戴林格所在的奎达工厂，并在突袭中除掉戴林格。回到学院内，苏莱塔和大家成功找到拍摄地点之后，便积极的与大家参与所有工作，并且担起测试抑制产品的工作内容。在准备拍摄时，因为温室的检查时间到了，所以一路赶回温室去做检查，并一脸开心的看着手上的钥匙圈，希望米奥林涅会高兴的收下。在半路上，苏莱塔再度遇见了伊兰，而这次的伊兰变得更不一样了，被苏莱塔表现的极其温柔，甚至带点白马王子加上霸道总裁的性格，让苏莱塔一时间措手不及。就在伊兰准备亲向苏莱塔的嘴唇时，苏莱塔推开了伊兰，随后赶往温室。到达温室之后，发现门口站着两位陌生人。因为被托付照顾这些番茄的苏莱塔，本能的跑去门口，想让这两位陌生人赶快离开。温室的门打开以后，米奥林涅慢慢的走出来，向苏莱塔解释这两位是请来照顾温室的人员，也告诉苏莱塔之后的工作量会变得比较重，接下来不需要苏莱塔这么辛苦，也向他透露已经雇佣伊兰作为公司的员工，所以苏莱塔之后不需要这么的繁忙了。但苏莱塔似乎会错意，以为自己已经没有价值了，因此有了心结。在第十集中，我们在各方面都感受到了暴风雨前的宁静，先是在校园内继续欣赏着地球宿舍同学们的日常，同时也看见在风和日丽的校园日常中背后那腥风血雨的各方竞争，以及同为地球宿舍一份子的妮卡与沙迪克之间的互动，甚至是普洛斯佩拉与戴林格之间的会面。另外，这集有两个有趣的部分，第一个便是这集交代被赶出宿舍的孤儿究竟去了哪里啊？你说杰特克之子孤儿杰特克和你鲍勃有何关系嘛？不然就称呼你为大型新人实习生鲍勃君好了。第二个则是在片尾片段两架新登场的魔灵钢弹，分别是乌尔魔灵钢弹与索恩魔灵钢弹。看完动画去找相关的机体介绍的时候，找到官方的产品阅览图之后，便对这两架机体有了点心得，那就是你们两个准备成为我人体炼成的材料和机品吧。接着来到第十一集，地球宿舍一行人搭乘着米奥林涅购买的太空船前往贝纳里特集团的奎达工厂。在船上的苏莱塔特别勤奋地打扫船上的环境卫生。收到船舱内有警报之后，苏莱塔自愿前去处理出事的区域。在维修船舱的时候，听到米奥林涅准备经过的时候，便又下意识地躲了起来。而到了工厂内的苏莱塔依然坚持自愿去做任何工作，不管是搬送货物或是帮同伴发送便当，但每一次也都弄巧成拙。加上在分配便当的时候，以为没有自己的份，因此独自一人躲在厕所内喝着饮料，并打电话向妈妈诉苦，表示现在的他非常害怕大家，因为没有人要求他做任何事，认为大家都不需要他了。就在电话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厕所外面有人敲门，来人正是米奥林涅。在外面听到所有事情的米奥林涅急着想和苏莱塔沟通，但苏莱塔因为看到米奥林涅生气的表情而仓皇逃离。最后米奥林涅假装没力气让苏莱塔上前关心，苏莱塔被米奥林涅紧紧的抱着，两人也在最后吐露心声之后和解。另一边，在工厂外的福德黎明也开始部署一系列的突袭行动，先是封锁了周边的通讯，接着派出两架魔灵钢弹对设施进行高火力的轰炸。而在设施中的苏莱塔因为区域隔离系统的启动，让他与米奥林涅切断了联系。此时乌尔魔灵钢弹来到苏莱塔所在的设施区域外。最后来到堪称又惊又喜又劲爆的第十二集，这集真的完全为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惊喜。
甚至为我们献上做一部机械战争题材作品该有的内容。紧接着刚才两架魔灵的突袭，而乌尔的驾驶员苏菲普洛涅也终于见到朝思暮想苏莱塔之后便朝着周围开火。另一边刚从爆炸中醒过来的米奥林涅因为和苏莱塔分开了，只好独自一人搭乘电梯离开，途中遇到自己的父亲戴林格，但因为设施外面的乌尔魔灵与审判者们的交战，让戴林格一行人的区域发生了破损，而戴林格为了保护米奥林涅避免被残骸击中，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米奥林涅。而在战场的另一边，维姆杰特克亲自驾驶迪兰萨索尔与福德黎明的 MS 部队交战。也在这时，古尔驾驶的船舰上戴斯尔塔赶往工厂寻找苏莱塔，但在路上被一架迪兰萨索尔牵制住，甚至被对方的飞弹逼到无路可退，最后利用手臂的电热刃朝对方的驾驶舱突刺过去。好不容易向对方开启通讯并表明身份之后，得知了对方就是自己的父亲维姆杰特克，但因为维姆杰特克身负重伤加上机体重创，古尔最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父亲消失在爆炸中。在工厂内的苏莱塔好不容易来到 C 区78号机库之后，发现那里依然有着其他恐怖分子。就在差点被发现之时，妈妈现身开枪击掉了所有恐怖分子，并及时找到了苏莱塔。而为了安抚吓坏的苏莱塔，普洛斯佩拉向苏莱塔说出那不断鼓励他的话，逃走只会得到一样东西，前进的话就能得到两样东西。而苏莱塔也终于坐上改装完毕的风铃钢弹，并将来犯的乌尔魔灵推出机库外。而风铃新的装备火力也让敌方立即撤离该咒域。在解决完棘手的战斗后，苏莱塔在杠的子机的帮助下找到米奥林涅的位置，而此时米奥林涅正带着受重伤的戴林格离开，不巧被一名恐怖分子找到。就在要扣下扳机的前一刻，苏莱塔驾驶风铃赶到现场，并以一记从天而降的掌法及时阻止该名恐怖分子，同时也让米奥林涅受了不小的惊吓。阿尼阿维哦。第十二集可以说是把《水星的魔女》第一季直接拉到高潮。原本只是满心期待的看着苏莱塔和改装后的风铃可以准备大战一番，但谁也没想到大河内会在这集的片尾片段加了这么一段猛料，以一记失传已久、从天而降的掌法来当作结尾。不要说迷了，连我们这些观众也是猝不及防。而且看着小狸猫那手上沾满着番茄肉酱，并带着孩童般纯真的笑容，让人实在是不知道要笑还是要哭呢。当下看完之后，除了震惊之余，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对苏莱塔及时救场的感受。Holy fuck! That was diabolical! You little fucking beauty.另外，在船舰上的尼卡识别出向工厂开火的人是地球人之后，便用光马通讯向对方表示是自己人，但被一旁的马尔丹看见。虽说还不清楚马尔丹是否已经知道尼卡就是间谍了，还是单纯因为尼卡及时救人的举动让他感到不可思议。但上一个因为无意间听到不该听的对话的人已经被抓去喂巨人了，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帮马尔丹集气吧。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内容了，如果有什么想要讨论的内容都可以在留言区内讨论，希望喜欢。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本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哦。哦，我被气受惊哦。